起希望的你们，那个用担当创造时代的你们，谢谢你们鲜活的闪耀，谢谢你们青春的燃烧，开拓，试着劈出一条新路，转身，试着成为别人的光。我们跨越沉默，奋斗如我，让人民更加幸福。2022年5月3日，找寻青春之光，感受青年力量。终于这个奖杯了！1922至2022，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。青春万岁，以青春的名义照亮你我。